电视剧《妆台》是由李少飞执导，张嘉译、闫妮领衔主演，宋丹丹、秦海璐、陈小艺主演的都市剧。该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妆台人的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，以及古城西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故事。该剧于2020年11月29日在央视一套播出，并在央视网、芒果 TV 同步播出。想成啥人了？真的假的都听不出来，跟你开个玩笑。我也不是那哈人嘛，我再是那哈人，我给你领啥证？我给你领证就是要负责任的嘛。啊，还真是单纯的很。